看来你是真的好啦。嗯，昨天谢谢你。客气，小事一桩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再测一次体温比较保险啊。等着我给你拿。不用了，我测过了，已经退烧了。啊，那挺好。你要记得注意身体啊。那个，我还是有点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啊？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没有什么胃口。我记得你昨晚胃口就挺好的，那是昨天晚上晚餐勉强吃得下而已。哦，这样吧，我们去买菜，我开车。嗯，这儿一个苹果要30块。嗯？怎么了？这么贵啊？你做菜都需要什么材料啊？我记得有胡萝卜，还有……我要的这儿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要的东西这儿都没有。你需要什么材料？我帮你找吧。有一个地方有。生姜蒜。盐味精也有，哎，西红柿要吗？玉米总要吧，玉米挺好的。好。玉米。你看，这还有生香菇呢。超市的东西就是又贵又不好，最主要的是贵。小姑娘，来买菜啦！是啊，是啊，阿姨来买菜。耶，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是，是我男朋友。哎呦，还挺般配的，这闺女啊可贤惠了。小伙子啊，你可真有福气哦。嗯。这地方你不经常来吧？来。带上鞋套来。不用，别管他，哪有那么娇气呀、啊！别给。不用了，阿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小白菜是今天刚到的吧？对对对对，早上才进的货。是吗？好多呀！你买菜自己带袋子啊？等啊，这叫环保。
你好，我是露露，我有自己的造型师和化妆师，麻烦帮我安排化妆间。哦，你的表演排在第七个，在三号化妆间。谢谢。露露，娜娜，你今天好美啊！哪有，你才是呢，这是迪奥的吧？天哪，救命处的限量款高跟鞋！我前两天刚从法国回来，那我先去化妆，待会儿咱们台上见。好，你先去吧。哟，这是谁呀？你好，贝耳朵。这么大个网红节，也不知道安保是干什么吃的，不相关人员禁止入内，懂不懂？哦，你的化妆间是七号，就在那边。啊，谢谢。嗯，会不会看路啊？我眼睛没长后脑勺，怎么看得到你啊？那露露，好久不见呐！叶子，真的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女朋友啊？啊？哦，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节目组搞错了，以前节上也没见过呀。呀，你是贝耳朵吧？这恋爱 IMG 的节目是你和你男朋友吧？嗯，那节目挺有意思的。贝耳朵，就上个网络真人秀，不用到处见人就安利吧。嗯，对，小姐，等着录我了。小贝老师，您什么时候上场啊？我在台下呢，注意看我举牌啊。喂，哎，兄弟，哪呢？天津有个网红节，哥们待会有表演，约不约？巧了，我也在台下呢。来后台耍耍啊。无关人员禁止进入。哥们是谁啊？等着。好。哇！把他的词儿都删了，反正一个小节奏，差不多。你说的好听，他是没几句台词，但是你看看他有几个角色啊，萝莉、正太，还有老太太。都是打架要的路人，你们这么纠结干嘛？找个人踢一下就行了。哎呀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又都在同一场戏里，哪有那么多张嘴啊？我有办法。喂，乐天，怎么了？小薇老师，你在几号化妆间啊？七号啊。喂，乐天，乐天。